12月20号，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官博发文宣布，杨钰莹、谭维维正式加盟2019年芒果跨年。一个是甜歌天使，拥有温柔甜蜜的笑容；她是时光不曾改变的冬龄美人，人美歌甜的港港，第六次强势回归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啦。一个是实力唱将，像阴影的故事仿若天成，带着纯粹而动人的力量。谭维维的音乐世界里曲风多转，首首直击心灵，再次与我们共度跨年，超期待！芒果新闻12月31号，锁定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青春不变，我们一起。活力依旧，当。Yeah.